早上起来全素颜拍的。然后这个是你才用一个礼拜？对，一个礼拜。哎，有差哎，假的？真的真的，从小就非常介意一件事，我很努力美白，因为我妈跟我弟真的是超级白的那种。你看我那腿有多黑，那时候根本还没有去晒太阳，还这么小。真的耶。然后后来就找到一个是我觉得目前就是自己用起来最有感的一个美白产品，是这一瓶卫星美白精华。这瓶精华液可以像卫星绕着地球转的概念，360度帮我们全面防堵会变黑的可能性。而且像我自己大概用了一个多礼拜，我觉得就非常的有感，立刻感觉到整个皮肤变亮了。皮肤要抵御紫外线，所以它会产生黑色素，要保护我们的皮肤，所以防晒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步骤。它里面含有这个西太平洋的珍贵植物的萃取，叫卡巴萃取。重点是呢，里面含有食药署公告法定最高剂量的3%传明酸，它里面含有高浓度的乙基维他命 C。医师应该知道吧？乙基维他命 C 就是，但是你才用一个礼拜，对，一个礼拜，哎，有差哎，对，而且你不会给我偷打灯吧？没有没有，其实 before 那天的外面光线还比较亮一点，是假的，真的真的，因为我之前用了其他的保养品，就是皮肤有点受伤，很暗沉，然后有脱皮，跟下巴有一些那个痘疤的沉淀，那我用了一个礼拜之后，就是很明显可以看到皮肤就变亮，很亮哎，对，然后我下巴的那个痘疤的淡化的速度非常的快。你知道会不会很刺激？完全不会，因为它是超级温和的成分，所以白天晚上都可以使用。而且它里面因为还有那个乳木果油，所以它其实也有保湿的成分在里面。好，因为呢，维他命 C 可以还原碘酒。那我们今天呢，现场就有准备这个碘酒，请佩佩帮我滴个大概6-7滴左右，让这个颜色可以很明显的在里面。哇！好，那就是这个卫星美白精华。它其实因为它的容量，它一管呢就是刚好我每一次使用就是一管可以滴全脸，你就滴个3管左右。好，现在还看不出来有什么变化，对不对？对，来咯，魔术开始咯。为什么？为什么？对啊，颜色都去哪了？为什么吧？为什么？氧化还原反应的，是吗？你可以有点感情啊！你可以有点感情，好让我们尖叫嘛！是吗？看看你可以在这个时候再滴大概2-3滴碘酒进来，还可以再消耗，还可以。好，来，我没有再加哦。哇！怎么会这样，医生？哇，它是氧化还原反应。好神奇哦！但是就是表示呢，这个卫星美白精华里面它有超高浓度的维他命 C， 就算是再迟钝的另外一半，你每天使用，就是你的皮肤亮起来，状态整个变得很好，它一定会发现。Apple 还可以亮，还可以亮成什么样子啊？亮成灯泡。对，因为我自己也有用这一罐。但是除了这罐之外，它的保湿也很好用，所以我跟他讲说，你也可以用，因为男生有时候喜欢运动，会有一些晒斑。因为其实像医美诊所，他们在做一些雷射的手术术后，其实会让患者口服传明酸，对，它本来就有美白效果，所以我认为这个还不错。它的那个吸收的非常的怎么样？嫩吗？有你的手嫩吗？哇，越来越嫩了。而且我觉得它香味超强，你也不要逼他做，不是他人设的事。怎么样，医师可以吗？可以可以，很棒，很棒，而且味道又很香。而且我入手明显变白，你看他的手，超明显的，好厉害！哎呀，你本人好黑哦。这支美白精华是我现在用过最有感觉的一支美白精华，棒的推荐。